在這裏我反而有興趣的想問局長，青少年軍何時可以招募？申請加入青少年軍有什麼條件？有沒有體重的限制？局長，今朝我覺得啊，你像我感觸的，像对中国这么伟大的五大帝王做出这么准确精确的概括。主席，多谢多谢张议员的提问。就我是佢青，我系佢哋邀请咗我咧，系担任青少年军总会嘅荣誉顾问。但系荣誉顾问咧，我哋只系佢系要求提请、要求征求我意见嘅时候咧，先至出主意嘅。咁至于佢个实际运作，包括佢将来点样开始招募，即系向咩方面嘅人招募，招募有冇体重嘅限制，呢啲都唔系我所能知道嘅，一定要问翻佢个总会嘅负责嘅咨议会先至能够知道啊。